大家，我们现在人在 Tivoli 游乐园里面，就是丹麦一个很古老的游乐园里面，应该是有200年历史。然后因为今天是2021年它开园的最后一天，主要是因为疫情的措施，所以 Tivoli 之后就要被强制关门。那我就赶在这一天赶快来看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圣诞装饰，然后还有玩一下它这边游乐设施。走吧。His gifts, then hear the princess. How do you know when a young lady is a princess?